又可以放假了，我的天哪！等九月，等九月份三秋款，三天的时间店里清的差不多了，还有一点点收尾就行。今天来店里把店里卫生整体搞干净，数了一下，总共还有33件衣服，这个礼拜能清完吗？今天已经周五了，有点悬。反正慢慢来吧啊！这几天我也不会开店了，就在网上卖一卖。平时不整理，根本不知道店里那么多衣架，全是衣架，把它放到纸箱去，以免就是不整理。打一家搬四一间，太多了，这个纸箱都盖不住，把袋子盖一盖算了，应该也没啥用。盖了又是没盖。卫生搞好啦，准备回家去吃个粉庆祝一下，搞得干干净净。